啊，报告委员会啊，现在开始开会。首先感谢各位推我当临时主席，谢谢。出席委员已经达到法定人数哈，我们现在就开始开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先读一下。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七届第八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提报，本院第七届第八会及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第七届第八会及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洪秀柱委员，二号郑金玲委员，三号杨琼英委员，四号郭素春委员，五号黄志雄委员，六号江一雄委员，七号赵丽云委员，八号江乃馨委员，九号陈淑慧委员，十号翁金柱委员，十一号林淑芬委员，十二号管碧玲委员，十三号于天委员，十四号林黛华委员。选举事项，选举第七届第八会及本会召集委员。依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选举召集委员二人，由本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另按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报告事项已经先读完了哈，现在继续进行选举事项，也先读完了哈。好，那报告委员会哈，依照100年9月19日本院朝野协商的结论哈，本委员会这个本会的这个召集委员啊，是以推选方式行之的哈。现在那个名单哈，国民党已经送来了哈，民进党还没有送来，所以现在休息。先休息，等民进党这个名单送来再继续开会，谢谢。
各位委员，现在继续开会哈。这个现在哈，国民党以及民进党党团呢，已经将推选的名单送来了哈，请宣读。第一个推举出自依据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暨朝野协商结论相关规定，本党团推选陈淑慧委员为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此致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立法院国民党党团赵丽云，中华民国100年9月21日。第二份推举书，立法院第七届第八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推举翁君珠委员出任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柯建民、翁君珠、蔡黄郎，宣读完。报告委员会哈，国民党党团推举陈淑慧委员担任召集委员哈。不会啦，民进党党团推荐翁金珠委员担任召集人哈。报告委员会哈，今天那个我们这个教育委员会这个会期呢，是由陈淑慧委员以及翁金珠委员两位担任，恭喜两位委员哈。这个会期哈，这个要审预算，还有议程很多法案哈等等哈，责任非常重大哈，所以在这里呢，除了恭喜，也拜托各位哈，支持两位委员，两位召集人哈，今天的议程呢、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我们就散会哈，谢谢大家，谢谢，恭喜啊，谢谢。